没事吧？我要不是现在腿抽筋了，我能跳起来3尺高，你信不信？你们老板都还没答应呢。哼，你不了解他，只要他没有现场撕了我，就说明有戏，而且希望很大。他现在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了一串人选。这么有信心啊？不过我不是对我自己有信心，我是对你有信心，100%有信心。还好吗？可以可以。那么严重啊？怎么了？办公室里在那边呢。哎，陈律师。秦律师，你心跳很快。你压着我吧。不好意思，手有点麻，我先缓一缓。蓝总那边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？该做的努力都做了，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。喂，爸。儿子，你现在过来跟老爸见个面吧。在哪？你把秦师也带过来，有些话呀，老爸想当着面跟人姑娘聊一聊。爸，我是秦师，我有时间。您发个地址给我，一会儿我和杨华过来。那好，我等你们啊。爸，妈同意了。你妈那个臭脾气你还不了解，她认定的事情哪那么容易放弃的。秦师啊，我今天见你啊，主要想替杨华的妈妈给你赔个礼，道个歉。之前有些事情啊，她做得太过火了，只会看到自家孩子身上的优点，又会无端的放大别人的缺点。这是一个妈妈对自己儿子最盲目的爱，希望你能够谅解啊。您别这么说。我知道你们俩认识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我认为认识时间的长短
绝对不是衡量真爱的唯一标准。我的儿子，我了解，最近在他身上有了很多的变化，我知道这都是你给他带来的，就为这一点我都要好好的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从我儿子身上看到了朝气蓬勃的一面。爸，我其实真没做什么。不不不，你已经做了很多，而且做得很好。我这个儿子啊，他并不能满足很多人的择偶标准啊，哈哈，你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那是他的福气，我真的感觉到很欣慰。爸，你又没喝酒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嗯，爸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们真的不介意吗？之前妈也说过，您家从来没有人离过婚。这怎么说呢，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难道离婚的人都是出自离异的家庭吗？不见得吧。再说了，离婚又不是罪，离异家庭也能培养出很优秀的孩子，而且我认为他比一般的人更能够珍惜婚姻。离过两次婚。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是你怎么看自己。别人觉得这是问题，你觉得这是问题吗？要是问我，我觉得这一点不是问题。生活中偶然的感动，总是在不经意间。虽然我明白，这话可能只是有口无心，可能只是逢场作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我却相信，这是杨华的心里话。